为到了最后的两把世袭，经常是一个人独步天下了。没错，看一下113啊，加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。对，加了5公斤呢。当然，这跟他保持的117这样世界纪录还有4公斤的差距。没有问题，对，太厉害了，邓威。对，我说啊，经常讲，看邓威的比赛，那真是一种享受，就像看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一样。没错，让你感觉到非常享受，就是你不用担心，你也不用着急。嗯，他即使练可能还差那么一丁点，但在比赛当中呢，他依然能够表现出来，这就是优秀选手。是，在这个级别当中呢，无论是国内比赛还是国际大赛啊，邓威基本上都是第一把，只要成了，基本上冠军到手。对，接下来就是向纪录冲击啊。另外呢，就是连续世局。对，